台铁最夯的永保安康纪念车票，每次一推出，不少铁道迷都抢着收购珍藏。台铁员工忙着赶工，因为暌违六年，台南永康火车站这次以2020爱恋爱你，加上2月14西洋情人节，再度推出幸福套票，民众直呼用来表白送礼最合适。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，能够对自己的女朋友表达一些心意，这样子。会想要送她一份。不过这次恰巧碰上武汉肺炎疫情，套票除了能传达爱意，台铁也希望票卡上的永保安康能为国人献上平安的祝福。并在开卖期间加强防疫措施，排队线要进入售票处的地方，我们派人来量额温以及酒精消毒。限量7000套的纪念车票，每套售价100元，每人限购5套。8号上午8点半在永康火车站开卖，当天估计会涌入大批人潮。台铁也提醒，防护措施千万不能少。来收藏幸福套票，也别忘了戴上您的口罩。